创造幸福的非破坏性检测专业公司 AI Systems。 AI Systems 自2013年1月创立以来，通过持续的研发，逐步发展成为拥有独家技术力的非破坏检查专业公司。 AI Systems将采用音响共振方式的检查设备实现了国产化，获得了韩国首例可靠性认证。 AI Systems 音响共振检测仪的技术力得到了韩国乃至海外市场的认可。 AI Systems 的音响共振非破坏性检测系统可以测量并分析产品发生的固有频率，由此得知产品不良与否。利用锤子击打盘、软管、齿轮等各种机械部件，分析此时产生的震动和声音，测量产品的固有频率。 AINDT 信号分析仪将收集到的产品固有频率与正常产品进行比较，辨别是否存在异常。该过程会呈现在 AI Systems 的分析系统中。在分析系统中，通过图表可以一目了然地判断产品是否存在缺陷，所以即使不是熟练的工作人员也能轻易地找出不良与否，最大化提高了生产效率。 AI Systems 将音响共振检测系统应用于各种产品，构建了多种产品阵容。制动盘 FRF 系统是将 AI Systems 公司的音响共振检测系统应用于汽车制动盘检测的产品，采用直接应用于汽车配件生产线的方式，适合自动化全面检测。利用自动锤可以非常稳定地检测盘有无异常。制动盘 FRF 系统目前在韩国市场的占有率最高， AI Systems 公司正在以韩国市场占有率和经验为基础，进军美洲地区及中国等世界市场，决心以最大的生产率回报广大顾客。轴承振动检测系统是能轻易检测出轴承的内轮、外轮及内部球体所产生的缺陷的检测仪，不仅能快速检测多种大小的轴承，还能快速检出不良产品，最大化提高生产效率。安装在轴承生产线上，用于检测生产后出现的轴承不良情况。另外 AI Systems 还开发出了韩国最早的可检测转向机构减震器不良与否的检测仪。转向机构减震器是安装在汽车的转向装置上来减小震动的零件，通过测量和分析转向机构减震器的振动传导特性，可快速检测出产品的缺陷，而且采用直接应用于生产线的方式，所以能轻松快速地全面检测产品是否不良。除了生产线专用产品以外， AI Systems 还提供方便携带的便携式检测系统。便携式检测仪不受场所的限制，可快速应用于各种产品和环境。此外， AI Systems 还供应在产业现场利用率较高的多种传感器，其中包括加速传感器、力量传感器、传声器等，构建了以低价保障最大性能的多种产品阵容。 AI Systems 拥有包括固有振动频率分析系统在内的产品核心技术专利，作为获得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认证的研究所企业，公司正逐步发展成为引领非破坏性检测领域的一流企业。 AI Systems 将大力投资技术研发，通过领先的技术实力引领韩国乃至世界非破坏性检测市场的发展。提高您商务竞争力的最佳搭档 AI Systems。